清早起床，参观了一下我昨天住的和顺客栈，内部装饰很有古镇特色。二楼有简单的活动区域和小图书馆。古镇选择吃早餐的时候发现有头脑，这可是让我喜出望外。问了价钱，20元一碗，跟山西单碗的价钱差不多。马上点了一碗，没想到上来的却是什么怪东西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鸡蛋肉丝虾片烙枣汤。用一天时间细细品味和顺古镇，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和顺这个地方，都是男人赚钱养家，女人在家照顾家庭，而这里男人最主要的营生手段就是走马帮。一代又一代的和顺男人跟着马帮的驼铃声走出营方，远走他乡，到达缅甸一带做生意谋生。在和顺古镇，我再次遇到结婚办流水席，这真是让我每到一处都会遇到好日子。吃过午饭，步行回到客栈，在二楼露台上晒晒太阳，等待3点半客栈送我去机场。下午3点半，客栈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到腾冲机场。机场太袖珍了，比太原长途汽车站还小，原先是个军用机场，于2009年改为民用。我们国家在一个县城设置民用机场，估计也就腾冲有这样的待遇了。腾冲机场的安检是我见过最严格的，托运行李开箱检查，随身携带的物品都要拿出来。工作人员说这里是边境，检查的就很严格。今天飞往昆明的飞机晚点了，我没地方可去，还是在机场歇着吧。腾冲到昆明飞行时间大约1个小时，抵达昆明已经是晚上7点。昆明机场规模很大，出廊桥我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行李提取处。办理乘机是在航站楼的3楼，租车公司员工就在3楼送机口接我。驾车来到机场附近的租车公司，办理完租车手续已是7点40分，提上我的小别克，准备开启24天云南环游行的最后一站昆明。我是柴军，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。